咁電解應用之前講咗就係電導啦，放假前講咗啦。咁另一個應用咧就係提取活潑金屬，例如甲鈉鈣鎂鋁頭嗰五隻咪要電解啊？有水定冇水噶？冇水啊！記住啊，一有水嚟，我電解氯化鈉就出氫氣噶啦，點會出鈉嘅啫？係咪？咁所以冇水咧，即是熔融，自己寫翻熔融即係固體加液體，例如氯化鈉燒到808度。咁通電嗰陣時咧，個 Na 正撞埋去攞電子，咪出鈉啦，可以嘛？咁呢個反應發生喺正極定負極啊？Na 正撞埋去喎，撞埋咩極啊 ？Na 正撞埋正。喺邊度發啊？正撞埋正。正撞負。肯定負啦，可以嘛？負級正啊嘛。OK， 咁呢個攞電子嘅，攞電子叫陰極定陽極啊？攞電子啊，攞家用喎，攞家用咪女仔咯，九陰真經咯，陰極啊，嗯。寫翻啦 ，mark 低啦，負極陰極啦，可以嘛？學咁多噶啦，咁將來我估大家都唔會有揾係做工廠嘅。如果做工廠好低人工嘅咋，即如果讀化學去做工廠係好低人工嘅咋，因為香港冇工廠噶，你真係做要翻大陸做。如果翻大陸，我使乜請你個香港人一個月唔通俾20,000蚊你啊？我請個大陸阿叔。他做了十幾廿年大把經驗，我一個月給3,000蚊他就搞定了，是的，所以我們要做化驗、啊、香港的化驗就是很有 standard， 即是很標準和很合格。鋁的陽極電導，這個學過了，重複重複又重複啊。OK， 咁我哋想個鋁表面多層氧化鋁，平均加厚，寫翻。好，條方程點寫啊？加層氧化鋁上去，三個 O， 咁呢邊加幾多水啊？次次都係㗎啦，加水、加酸、加電子啊嘛，加三個啦，酸加邊邊啊？右邊加六個 H 啊嘛，電子咧，加左邊咪永遠唔啱咯，負六正六，負六正六永遠唔啱咯，可以嘛？寫翻條方程啊，鋁的陽極電導，平均地加厚氧化鋁保護層。啊、跟住啦，而家呢個放電子啦，所以駁正極定負極啊？電解嗰陣時係啊，正極啦。一電解嗰陣時20蚊咯，唔通包1,000蚊俾你哋嚇死你啦，係咪啊？包50你都驚啦，包100都驚啦，係咪？正正常常。好，繼續。係。正極啦，方便放電子嘛。咁陽極定陰極啊？放電子喎，俾家用喎、啊，放啲係啦，放錢出去啊嘛，男仔咪陽咯，所以正極陽極啦、啊。OK， 咁陰極嗰邊咧，即係負極咧，因為佢個電解質稀硫酸入邊 H 正，咁冇嘢爭㗎啦，水 H 正，酸 H 正，咪都係 H 正，咪出氫氣咯。咁細緻嗰啲我哋唔使學到咁細緻㗎啦，點解呢度用咁大塊鋁片啊？又點解呢樣嗰樣唔學啊？好 ，next 啊，整漂白水第另一個應用整漂白水。咁整漂白水咧，之前學過啦，隔離嗰版電解濃鹽水可以整到漂白水，因為出咗嚟好溫酸。呢兩個爭邊個贏啊？係 H 正贏啦，出咗氫氣啦。呢兩個爭咧，係啦，呢個贏啦，因為濃啊嘛。咁所以電解濃鹽水咧出咗三樣嘢，出氫氣、氯氣，最後剩低氫氧化鈉。
咁我就揾呢兩個一反應，咪整到漂白水咯。是否？哇！你寫到條式你好勁噶嗱，出乜嘢記唔記得？梗係 NaCl 啦，另一個咧，跟住作啊出氧氣啊，作一堆嘢出氫氣啊嘛，作。呢個溶落水出兩隻酸，呢個溶落水出兩隻酸啊嘛，邊兩隻啊？超就 HCl、HOCl， 所以你中和嗰陣時就出 NaCl、NaOCl 咯。上堂學過噶啦，而 NaOCl 就係漂白水啦，咁中和會出水啊嘛。我未做完啊，冇咁快話，我寫落啊。阿 Sir， 你寫落嘢啊。一、二。未做完。可以嘛？咁之前學過啦，整漂白水。咁整漂白水咧，要學多樣嘢。隔離就係、是、正常咧，個電極通常用鋼啊，或者石墨啊嗰啲咁嘅石墨啊、白金嗰啲啦。可以啊。通常用石墨嘅，白金都會同個氯氣反應有機會。咁再後多咧，就係、是、用好舊式嘅以前 N 年前嘅，用水銀做負極。水銀係。咁會發生咩事呢？嗱，填曬嘅呢度係嘛？我應該填曬嘅係啊。OK。嗱，正極冇嘢嘅，正極咧都係吸 Cl+H 附埋嚟，跟住呢個濃呢個嘢。咁同之前學一樣噶，喺負極嗰度唔同啦。負極 Na 正 H 正爭邊個贏啊？正常 H 正贏，但而家水銀做負極咧，個鈉離子咧會溶咗落水銀度。水銀駁住條負極，咁水銀可以通電噶嘛？入邊咪好多電子咯。咁呢度係水銀 Hg， 咁入邊好多電子喎，咁個鈉咧。就黐咗埋去，焦咪出咗鈉金屬咯。咁鈉金屬係金屬，水銀係金屬。咁個鈉咧就溶咗落水銀，接唔接受到鈉溶落水銀啊？鈉係固體嘅金屬，水銀係液體金屬。一個固體金屬溶落液體金屬度，啱 ，yes 合金。no， 我小問題唔好成日要嚟，啱嘛？咁所以係咁嘅 ，OK。你要知呢樣嘢，有時會問嘅，有時會問嘅。OK， 咁所以條方程咧就變咗鈉加電子出鈉，咁我要黐埋個水銀落去喎，咁所以就成條式變咗鈉加電子加水銀。咁個鈉溶咗落水銀就斜動，代表溶咗落去。咁呢個我俾個勁嘅名佢叫做鈉空齊。咩廢話？鈉同空喺埋一齊叫鈉空齊，中文譯到真係英文叫 amigram 啊！你頭先講得啱，係一隻合金嚟嘅液體合金。OK， 跟住點樣整翻氫氣同氫氧化鈉呢？就將鈉空齊，將佢通過翻水槽入邊。OK， 嗱、啊。條方程點寫呢？你話啱未學過鈉加水，你學過未啊？出乜嘢啊？係咪啊？咁水銀同水有冇反應啊？水銀同水有冇反應？冇，冇咪照寫翻咁咯。所以條式就係咁咯。呢度。咁最後咪都係出咗氫氧化鈉同氫氣咯。個水銀又出翻嚟，咪再生咯個水銀。又可以循環再做咯，再用咯。咁點解避免爆發？咩爆發啊？揮發啊！我以為爆發。咁而家點解？而家電解嘅工廠唔用呢個裝置啊？係啊，以前咧，以前就唔特別講環保噶，但係而家咧知道水銀好毒啊，所以啲。含有水銀嘅污水一排咗落條河度，咪毒死好多魚啊 ！OK， 咁所以而家就好少用水銀嘅啦。相對呢個裝置容易控制嘅，容易控制整氫氧化鈉同氫氣啊，因為咁樣電咧
啲氫氧化鈉同氫氣咧，會氫氧化鈉會撈撈同啲氯化鈉撈埋一齊嘅，好難分開嘅。嗯，好 next 呢個支下，即係支水銀用做負極嗰陣時候會出咗鈉控齊，得嘛？就唔係出氫氣。next 二十頁後邊，咁頭先呢個講啦，用水銀做負極電解濃鹽水。工業上的裝置就是如此啦。OK， 下面這個上次做功課有的。OK， 銅的純化另一個應用電解，例如現在有兩塊銅片，一塊很純的，一塊呢有雜質，裡面有泥有鐵啦，有鈅啦，鈅鐵石鉛，可能仲有少少細細粒嗰啲金啊銀都有嘅，有機會，因為採礦嗰陣時啊，有機會，係應該係咁講，採礦出咗啲礦石，再做碳還原法嗰陣時，最後出咗嚟金屬有機會，因為呢啲全部碳還原法都可以出翻嗰啲金屬噶嘛，啲金屬融埋一齊就有機會黐埋一嚿嘢出嚟咯。即直接係出一個核反。嗯，係啊，咁我點樣淨係想攞入邊嘅銅咧？咁啊，將佢駁喺正極 ，OK。阿Sir正極長啲嘅喎。係啊，我而家用魚圈啊，喂。魚圈加電係啊，用推魚圈咪唔使畫正負咯，因為如果你畫長短，就限咗嗰粒電池一點五米啊嘛。嚟。OK， 嚟啦。正極。通常的電解質是用硫酸銅啦，而家正極有很多樣嘢爭喎，有鈅啦，有鐵啦，有銅啦 ，SO 四二負，仲有水嘅 Wick 負，五樣嘢爭邊個贏啊？係啦，金屬贏，三隻金屬再爭邊個贏啊？鈅，咁所以條方程寫咧就寫鈅先，個鈅放曬電子啦。雜質嚟噶嘛？雜質好少噶嘛，好快又放曬，可能你通電十五分鐘已經冇曬啲鈅啦。跟住到邊個死啊？係啦，到鐵啦。跟住個銅咪一路溶咯，直至個銅冇曬先出氧氣啊！寫翻。五樣嘢爭放電子，鈅先，到鐵到銅。所以可見變化咧，就係個正極會變右啦。跟住啦，去到個負極啦。咁負極有咩爭攞電子啊？咁好明顯啦，啲渣啦。OK， 咁個負極啦，有邊個爭啊？有鈅二正啦、鐵二正啦、銅二正啦，同埋水嘅 H 正啊。四個邊個贏啊？鐵，嗯，同二正贏咯，亞軍啊嘛，季軍啊嘛，呢啲要輸噶嘛。咁所以最後由正極嘅出咗嚟嘅同二正咪移咗過去負極咯。其他嗰啲揸唔贏噶嘛，又影響唔到咯。即係佢嗰有兩層嘅同咗。兩層啊，大家都係同就變咗一層啦。之後左邊嗰個都變咗層。左邊嗰個就甩曬出嚟咯，直至到冇曬啦。變右直情可以直情一路甩曬甩到剩翻斷曬冇曬都得㗎。啊，可以嘛？咁所以呢個實驗咧，嚟我哋真係電幾個鐘咧，個正極可以右到直情冇曬嘅。個負極就係個正極嗰啲同二正出咗嚟就一路黐過去負極咯。所以可見變化就係個負極變粗啦。咁呢個表面銀咧，咁計嗰個咪輸啲銀？個銀唔會反應嘅，個銀嗰啲銅金會沉咗落去變咗啲沉電啊。點解？因為相對你個電流，你個電壓唔會太大嘅話，個銀同金唔放電子嘅呢啲情況啊，互配性低啊嘛，你當佢唔放嘅通常。咁所以呢個實驗咧就叫銅的純化啦，
有雜質的銅條黐喺正極，咁純嗰條咧就黐喺負極。咁如果右邊係銅條，咁銀會黐埋。銀都話唔反應咯，都會佢升低當唔反應咯。咁你隔離係咩金屬都會黐埋佢噶啦。但我用翻純銅條，咪最後成條都係純銅條咯。咁知唔知純嘅銅好貴噶嘛？人哋嗰啲喇叭線啊，一尺喇叭線啊，200多元，即係好靚嗰啲喇叭。咁佢當然佢套音響都100多萬啦，當然要。我唔會呢套咁嘅幾百蚊嘅傻仔揚聲器，我過條咁靚嘅喇叭線唔會噶嘛。有啲用金用銀啦，都用銅咯。喂，電道。電道雖然講咗，但係有啲細緻嘢未講啊。例如嗱，電道嗰陣時咧，好多時咧會加啲添加劑嘅，例如加啲顏色落去啦。咁呢啲倒上去嘅通常可以啊，唔係點解咁靚啊？啊，咁所以寫翻啦，使唔使填嘅呢度？第21頁，電道添加劑，例如色素啊，咩穩定劑啊，表面活化劑、分化劑嗰啲。考試都不會問的了。第二，通常我導那樣東西，例如我導 lift 正極用 lift， 導銅正極用銅的，為什麼？有什麼好處？慢慢來，碳棒就出什麼？ OH 是啊， OH 負就是 出氧氣。那個補充不了。 Yes， 又是你？誰啊？不double比啊。哈哈，好處就可以補充乜嘢？補充啊，你同意啊？係啊，講一次。你頭先收到嚟，我導銅嗰陣時候，我正極，我用銅片咧，佢咪可以不斷補充銅二正咯。即係我兜嘢唔使換。係啊，兜嘢唔使換水啦。我導一世都得嘅，我淨係換個正極。同埋人哋電道咧，出邊啲工廠電道咧個電解池大概好似呢間房咁大。你導車嗰啲泵把，導啲大型機器，唔係我哋導條鎖匙仔噶嘛？係啦，你換呢個房嘅咁大嘅成個泳池嘅電解質硫酸銅麻煩。OK， 到時啊傻仔揾條鐵棒嚟搞啊，到時又濃度低咗。OK， 但係。如果我正極用銅咧，我只要好簡單，我叫個工人，喂阿嬸，嗰邊嗰啲啡色條咧幼咗，你就換翻啲新落去，咁咪搞掂咯，係咪？所以自己填翻。嗱，呢度講 lift 嘅一樣嘅啫，個 lift 條咧係補充電到時失去嘅啲二正，或者咁寫英文算啦，個 lift 咧會氧化生成。Ni 二正，咁啊補充電導時溶液嘅 Ni 二正啦，唔夠位啊寫多行啦，補充電導溶液失去嘅 Ni 二正啦，咁同啲都係同一個解釋啫，可以嘛？所以咪要正極用翻嗰只金屬啦。不要就咁寫加氫氧化鈉，氫氧化鈉可以是固體，你加個固體就反應不到嘅，你加溶液一加咪出沉澱咯，跟住過濾，可以嘛？咁呢個反應邊個氧化劑，邊個還原劑啊？係呢條方程望到嘅嘢，邊個氧化劑、還原劑啊？係氧化劑呢個，還原劑呢個係嘛？你俾翻20蚊我咁，調翻轉，係咪？咁你，係邊個氧化劑？邊個還原劑啊？嚟咯！答案係非氧化還原反應，沒有氧化劑，沒有還原劑。喂，張凳男定女啊？答啊！張凳係死物，冇性別嘅，應該咁答，可以嗎？講一次，嗱，咁呢個 Mg 二正啦，加氫氧化鈉出白色沉澱，每一個都係噶啦，鋁三正、砷二正、鐵二、鐵三、K
鐵二係深綠色沉澱，鐵三係深棕色。咁全部加減都有沉澱㗎啦。可以啊。咁同意證嗰個就係呢個啦。嗱，下一課講酸鹼咧，會特別再講多啲嘅。我錯咗，酸鹼呢、這個。酸和鹼都要教，都要教少少先，因為考試都要考啲。嗱，呢個咪氫氧化銅咯，藍色沉澱咯。可以啊，其他嗰啲慢慢教啦，嗰課。